家好，这里是一览无余，于姐今天又带大家磕糖了。于姐以为已经没有小甜剧能让于姐发疯了，但是这部真的可以，不愧是梦华录的导演 Castle。 王楚然是什么绝世大美女，从学生时代的装扮到医生制服，特别是结婚那段普普通通的婚纱怎么能这么惊艳。于姐吹爆王楚然的颜值，美得惊心动魄。彭冠英也很绝，大学的派对上 cos 上海滩许文强的装扮，于姐真的会尖叫，189厘米加172厘米的绝配。这两年主打医疗题材的作品有多，像谢谢你医生、关于唐医生的一切都是播出口碑的作品，不过这些剧在上线前就主打搞事业，坚决不披着医疗的皮谈恋爱，剧情专业是够了，但娱乐性却成了短板。听说你喜欢于姐的与众不同，是整部剧兼顾了医疗题材，也满足了甜宠剧的看点。专业性或许不比专业的医疗剧，但是剧中的甜宠爱情却让观众越看越上头。了解彭冠英的观众都知道，她这款人高马大的浓颜外形基本是搭遍演艺圈的女明星都能有 CP 感。在听说你喜欢我这部剧里，彭冠英也堪称行走的荷尔蒙，配王楚然这种身高172的演员，依旧能有一种最萌身高差的感觉。在剧情里，彭冠英饰演的宁志谦对女主并没有所谓的爱情，两人结婚只是因为男主想要稳定下来，女主乖巧懂事就是男主最好的人选，只是爱与不爱。观众从演员的塑造中就能看出来，在女主学生时期表白的那场戏里，男主轻轻地抱着女主，此时的彭冠英眼眶泛红，却没有被心爱之人表白的欢喜。这里的情绪处理就传递了男主对女主只有感动罢了。外形上彭冠英和王楚然 CP 感拉满，但是剧情方面彭冠英的演技收缩自如，代入感极强。至于女主王楚然，则是前后的反差感让观众惊讶不已。学生时期的阮流筝是个戴着眼镜满头小卷毛的清纯女孩，这个时候的王楚然眼神稚嫩，做什么都畏畏缩缩，一副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小白兔模样，一看就很好骗。但是后期王楚然饰演的阮流筝在丰富的工作经验中成长，不仅业务能力提升，在性格方面也有了独当一面的女强人气质。现在进行时的这条故事线中，阮流筝的穿搭更加成熟，发型以简约大气为主。虽然乍得一看王楚然演的还是温婉的女孩子，但身上却多了几分千帆过境的沧桑感。同时这部剧也是有点子搞笑在身上的，男女主正要深情一吻，此时女主爸爸却出现了，这是什么大型尴尬现场。拍睡衣戏的时候，导演建议王楚然先伸出一条腿诱惑一下，一旁的彭冠英听后直接用自己腿和王楚然配合。老彭确实是有点喜剧天赋在身上的，但是该说不说，穿上这件睡衣男女主可以直接洞房了。两人婚礼现场，老彭要亲自己的老婆了，此时的他却激动的手一直抖。被导演问到为什么这么高兴的时候，他却说媳妇太美了。彭冠英，原来你这么会说话，不过这俩人真是狠狠的把于姐甜到了。谁又能想到看似欢喜冤家的两个人拍第一场戏就开始又亲又抱的亲密戏份，把两人整得都害羞了。原来猛男也有害羞的时候，被大美女主动亲还不开心吗？由于第一次拍的时候没亲到，第二次王楚然直接勾住了老彭的脖子，于姐的小心脏都看得砰砰跳了。这还没完，第三次才甜呢，而且老彭明显是上头了，居然反亲了起来。果然没人能挡得了美女的诱惑。同样的戏份，导演还让他们尝试了拥抱的版本。拍这场戏的时候，王楚然明显是脸红了，他俩拍个亲密戏，一个耳朵红一个脸红，双双害羞的两人还真是甜。别看剧里有时候有点急人，但花絮是真的甜，彭冠英也是真的宠王楚然，王楚然和别人对词，他在一旁宠溺的笑着。拍摄贴贴的戏份时也是肉眼可见的甜，别看老彭比王楚然岁数大不少，但他幼稚起来妹妹也招架不住。跟王楚然拍完甜蜜的戏份，因为害怕掉下水，王楚然大叫了一声，旁边的老彭也要整活，装作自己也害怕的样子，给工作人员整不会了。原来你是这样的，老彭。男女主宁志谦、阮流筝谈恋爱，孩子宁想才是真正的神助攻。他先将女主拉到床上，
接着又向爸爸发出邀请，这孩子一看都有前途，参加学校运动会也要上演神助攻，拼命想帮爸爸追妻。此时的老彭嘴上说着不合适，其实早就上手来了，有这样一个专业 CP 粉，这两人的婚事指定不能黄，拍照的时候让爸妈亲自挤，关键时刻却要捡地上的东西。王楚然嘴上说着故意的太明显了，实际上还是往老彭嘴上亲，这孩子确实懂事。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老彭剧里也像花絮这么主动，还会总是担心老婆跑了吗？于姐也不想磕，可是彭冠英实在是太宠王楚然了，直播居然比花絮还甜，彭冠英都把王楚然夸害羞了。每次看到王楚然，彭冠英都控制不住嘴角上扬，有人说是年上太会聊，于姐觉得她多少有点心动了，毕竟谁能抵挡得了这么可爱又漂亮的女孩子呢？更是直呼阮流筝只能王楚然来演，这话一点也不假，王楚然真的很像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主。彭冠英可不止一次夸过她漂亮，还说印象最深刻的戏是结婚的戏份，毕竟王楚然穿婚纱太漂亮了，难怪拍结婚的戏时彭冠英那么开心。而且在拍戏片场，彭冠英可是疯狂沉浸在王楚然的颜值，张口闭口就在夸王楚然漂亮，还说自己差点被动人的王楚然诱惑到让他安利剧，他却一直在这安利王楚然，这很难让人不磕吧。不过话说回来，彭冠英的占有欲真的好强，连花絮都在和情敌抢老婆，看到情敌和老婆都穿了白色衣服，他也要赶紧露出自己的白短袖。为了争宠彭冠英，真是整出了800个心眼子，抢个老婆真是费老大劲了，居然连衣服都脱了给老婆和儿子拍照，故意从画框中裁掉情敌，还是这种修罗场花絮好看。这不就是爱吃醋的总裁和他娇妻的日常吗？而且两人在发布会上的细节也很好磕，看彭冠英和王楚然真的不是在上恋综吗？在现场告白求婚弥补剧里遗憾，曾经我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走向你，可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不小心有问题，7年里你的身影一直在我心里，现在我十分确定我爱你，比7年前更爱你。又跟王传对视一笑，一整个小情侣的样子，互相用亚克力白画画，直接盯着眼睛看，你真的别太矮，还在线婚纱照 pose， 你们是懂 CP 粉的正主，发糖永远是最甜的，大家快去看听说你喜欢于姐，就冲彭冠英对王楚然上头的劲，也要去看看剧里的王楚然到底有多漂亮。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看完后您还有何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